欢迎来到最新新闻的现场，是我们继续关心来自新港乡的消息。来看就是七班将近五个月，新港大潭乡亲换着三地的日程是正式的举行的告别仪式。四十位平均年纪七十八岁的长辈，以手艺来表演台语歌《爱拼才会赢》，用行动来展现社区老时代的健康和活力。包括县长张华官、社会局长洪忠良、新港乡长柯进宏、县议员林秀琴、叶炳良、家己病院院长陈兴林等人，拢来替大潭乡亲活力站告白。这是家己病院在县议员所开办的第十个乡亲活力站。乡亲活力站。经过了解，大潭乡亲活力站在去年年底十二月分到七班，目前有四十位平均年龄七十八岁的长辈，在拜三和拜五上午固定参加活动，包括健康促进体适能、体操运动、瑜伽课程，而且有迎接到日前的告别仪式。社区长辈以痛爱的台语歌曲《爱拼才会赢》，用手语来表演秀成果。有音乐，有舞蹈，有午餐，有美劳，让他们的手脚灵络，运动、唱歌、跳舞，其实都是经过设计的。今年为长辈啊，是咱活力站啊，小下奶奶啊，一位是九十一岁，一位是九十岁啊，安尼有赞吗？赞。家己关机甲服务中心主任林元敖表示。平均年龄七十八岁一点八，用行动展现健康活力。现场年纪同代阿公林时清，虽然耳孔听无，但在九十岁太太林汪秀英阿妈的陪同之下，也互相鼓励参加每礼拜的活动。就安尼，只骨头吼安尼较活动，安尼较轻松啦。有在只运动安尼较好安尼啦。有咯，我打来打欢喜打熟悉都安尼开讲。啊，这样子长青活力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。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啊，这样子的辛苦打拼，让台湾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。那在啊，他们在面对一个这样子健康需要特别注意的时候，我们啊非常愿意啊跟嘉义县政府一起投入，一起来守护这些啊我们阿公阿嬷身体的健康。这主要就是台湾老人人口比例将近17%，这个数字是台湾本岛同县的县市，所以照顾老人的政策备受县府重视，并以委托的方式，出了专业团队辅导和陪伴，都是增加着老人活动筋骨，也满足长辈的心灵感受。新闻客家洪新港乡采访报道。